11年时间 ，LumiSpa 耶！有没有变呢？每一天早晚都要用 LumiSpa， 没有 LumiSpa 就会造成自己在深层清洁那些肮脏。今天出去了一整天，脸，然后又天气这么差，那个烟霾，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清洁我们的脸，毛孔深层清洁了，会堵塞，然后毛孔也会越来越小，然后我们擦那些护肤品啊，才能真正的被吸收啊。 讲对吗？对，真的很方便呢，而且需要用两只手，这手可以拿去电话，可以讲电话，都可以，还可以，就是去我们的黑狗粉丝啊，按摩我们的脸的同时，再生胶原蛋白，越洗越亮。 有一个customer每次见到我都会讲话，你的脸越来用，越来越亮了。自从我用了过后，他每次见到我都会称赞我。顺便卸我的这个耳环了，这个是那个肮脏，比较深色的是我刚刚我卸眉毛，然后比较淡的就是一些肮脏啊，还有粉底哦。希望它可以充实哦。